今天南风很大，5到6级，然后今天的温度有个33、34度，我觉得很热，太阳特别的大，不是说用炙热来形容，反正就是特别热，跟火炉一样。然后夏天老弟在这边，马上到了，出来赶海挖雪蟒啊！那个1天1000多块是有前途的，兄弟们。风比较大，就没出来钓鱼。小 A 跟蟹老板去下排钩了。大家看了这么多期雪蟒，应该也学的差不多了啊。找雪蟒在眼不明显的情况下，就是先开几个出头，找一下它的踪迹，跟它逃跑的方向。今天眼确实不漂亮，你看那边玩，那边玩，那边玩，这边玩。这边在挖，老爸基本上开几个出头就没有继续开了，因为眼都没有显慢的痕迹嘛。来来来，老爹加速了，加速了，加速了！哇、哦，大大大大大，散货啊！吼吼吼！不玩挖了这么久啊，没还有吗，老爹？没了。哦，这条大，被老爹砍删掉了。他一直跑，一直跑，这么大，那挖一条血鳗太难了。这个时候，我相信很多朋友又要讲了啊、哦，说某某某，用那个什么耙子很轻松就给它爬出来了。用我老爹的话讲啊，几十年前都已经不带玩那个了。大家看一下，挖这么深，对吧？挖这么深，你说用那个耙子能爬得到吗？那底下有些是石头啊，能爬得到。那种耙子适合浅滩，踩下去特别浅的，然后泥巴又软的，适合那个，你知道吧？啊，好，继续继续，来来来，开机都来不及，又来了一条。嗯，老爹继续在那边找，刚才这条是这里面挖出来的。差不多了啊，注意看，只要老爹这个出头有加快速度，就是要来了。踩一下，看他会不会往后倒。我这边也来踩，有的话会从那个眼里头，他尾巴先出来。没了，没了，很正常，这种很正常的，一天都不知道会让它跑掉多少，所以老爹也都已经习惯了，但又没办法，是真的没办法，不是假的没办法。这条又是大的，这条，只要是这种个头比较大的，老爹一般都不太愿意放弃，只有在迫于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才会。哎，来了来了，上货！哦，这个看到了，幸亏我镜头没关。来喽！哎，挖一条太难了，真的是太难了。老爹来笑一个。好，今天收获不是很好。我知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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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生气嘛。老爹让我说这个，要给他这样捐两下，要不然血鳗会跑出来，跑出来被风吹干了，它就会死掉嘛。要保持它身体的湿润。还是这么高冷，那个眼，老爹直接从后面挖，
来了来了，在这边上货。哦，刚才跟老爹分了一下精神食粮，立马有劲儿。嗯，这蟹们生龙活虎的。今天这片滩涂没有章鱼啊，老爹前两天挖了两斤，就是我去钓鱼的时候挖了两斤章鱼。老爹在这边挖，然后脚踩一下那边开始冒泡，就马上转头往那边挖，这就是经验。这条蟹鳗没得跑了，绝对，我说的。上货上货上货，在这边我大气都不敢喘啊！你看这下我嘴巴开过关了，我说有肯定有。今天工程量都是蛮大的，来了上货。快速来几下，一定要快速哦，因为这一条就在面上，所以一定要快速。老嘴马上要长过来了，这边还有一条，给它挖出来。快速快速，上货上货，在这里面。好吧，站着没，好，散货，哦呵，先落袋为安啊，呵呵，别给他跑了，跳跳鱼一条，花跳蓝点的，怎么样，刺激不刺激，朋友们？这个镜头拍的怎么样？特别的高清啊，而且是实时跟进的，王者的背影。一边回岸边一边挖，潮水在上涨，正常回岸边都还能再挖个好多条。刚才老爹挖出了一条小的，跑走掉了。小的蟹鳗不值钱啊，老爹看都不看一眼的，已经才200出头的，关键是小的没有意义，要抓就抓大的，把小的都抓了，以后有个鬼。最近蟹鳗也有所降价，因为现在产量上来了。气温上来，这个产量也上来了。我爸大潮的时候一天可以挖两三斤，现在差不多一槽币，一槽币可以买两斤。又上过一条跳跳鱼，头也不回的走了，便宜货。洗洗上岸喽，回家给你们看收获啊！坐上老爸的大豪车回家。福建啊，没有一线的城市，但是有着一线的农村，全是豪宅。有个差不多一斤半最少啊。最少两斤，哈哈。最少两斤。很好很好，非常好。到家了啊，那个刚才也给大家看了收获，然后呢我这边也马上20万的粉丝，也有个老爹讲，
老爹说，既然大家这么支持哈，咱们就抽奖安排一份显鳗，一斤装的哈，显鳗安排一斤来抽奖送给网友们啊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我之前讲过，不一定要送什么啊，但是我们送的肯定是我们赶海的东西嘛啊，所以呢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啊，大家记得点赞、关注加转发啊。到时候我会发头条，微头条提醒大家了啊。那今天就先这样，拜拜。